Want to provide some virtual program limited already, so the nature is something. My favorite part is people gathering together. Lingshang 俱乐部呢，是我们北美华人的良师益友。这一年里，我参加了云上俱乐部所有的线上讲座，它所有的讲座和活动实用性非常强。能够引领大家自主学习。自从参加了云上俱乐部的视频剪辑班后，从此我喜欢上了制作小视频。那我就真正的体会到，我们老年人活到老学到老，既充实了生活，又陶冶了情操。我们可以学到知识，可以交到朋友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，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，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帮助。那么在此呢，我们也对云上俱乐部的组织者表示感谢，非常感谢俱乐部的各位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，感谢云上俱乐部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，给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生活色彩。这个俱乐部虽然是云上，但是呢它是有温度的。我很喜欢云上俱乐部，你会感到很亲切，会感到俱乐部时刻跟你在一起。希望你们在带领我们活动的同时呢，今后也会在线下让我们有一些交流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彼此。衷心的祝愿我们各位会员在俱乐部的引领下，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天天开心快乐。